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孙燕姿的《我不难过》。等一下。站在你家的门口，忍住不沉默，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有多久？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是细心研究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，我也在看着我说着你爱过，别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，就让我走。是像上次有回忆很多，别在你影子我生活，我并不懦弱，你比谁都懂，虽然寂寞，这会是我最好的承诺。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细心研究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，别再看着说着你爱过，别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，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。
你先反省一下，你那个线挂好，你不要再插回去，你要去蹦一声。好，好，你等一下，我下去，你才可以下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说话用麦克风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明。老师有没有教过你拔叉要先问 PA 大哥？有。你刚有没有问 PA 大哥？为什么？对不起。好，跟大家介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明。阿明。什么乐团？你什么乐团？哦。说。解散了，解散了，解散了，解散了。解散了也是一个回忆，你还是要承认，不要否认自己的过去，好，他其实很优秀呢，他是我们那个台中在的一个。那个一日球迷的乐团的贝斯手，然后他兼那个弹吉他，有没有？他是双胞胎哥哥。哦，你是哥哥啊？对不起，你要认错人了。不是，对不起，我在那个暨南大学的面前跟你道个歉。好了，对不起，他也是一个双胞胎弟弟，我一直以为是同一个人。因为双胞胎弟弟有加我脸书，然后无聊会找我聊天，我想说我和他很熟，然后我上面闹一下他。哈？那我也可以加你吗？当然好。好啦，好，那我们谢谢那个，那你是弹什么的？你是弹？全方位。全？那你还会打鼓？你刚刚真的会打鼓？真的哦？好啦，不错，你们兄弟，我觉得。谢谢。对啊，这么年轻。我在你们那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也是那一种拔叉会爆炸的。好，我们谢谢刚刚那个无名三人组，我们谢谢阿明。那个再来，今天气氛好像有点闷，大家都感情有点受创，外面又下一点小雨，然后我们以为春天到了，可是寒流却又来了。那我们现在那个掌声欢迎那个最后一组。最后一组是很优秀的，很久没有来了，他们在那个乌克丽丽界相当的那个，就是异于常人，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词，那我们欢迎那个鸡汤跟小柯，你们会。